素颜霜的正确使用顺序。使用顺序：一、先彻底清洁皮肤，可以直接使用洗面奶彻底清洁皮肤即可。二、清洁完皮肤后，可以使用爽肤水、乳液、精华等进行基础护肤。三、取出五点黄豆大小的素颜霜，分别涂于额头、鼻尖、下颌、两颊，然后由内向外，由下向上，顺着肌肤的纹理轻轻地涂抹均匀。四、如果需要化妆的话，还可以使用 BB 或 CC 霜来达到更好的效果，皮肤会显得比较细腻。素颜霜是一类具有调色功能的护肤品，涂抹后能使皮肤保湿效果提高，另外还具有底妆的遮瑕功能。素颜霜中的二氧化钛成分不适宜长时间停留在皮肤表面，但也并不会产生恶劣后果。素颜霜不需要专门的卸妆产品卸除，可以用洗面奶卸除干净。